我起码在云仙路口，叫有人火车弄掉啊！我需要一台救护车。啊！我的总算是清醒啊！是的，我是。卖我白天堂，卖我白天堂，你的家具哦已经脱臼啊，所以起码要固定起来。啊，你头壳会晕，还是身体有啥物其他不爽快的所在？无啦，拢无。只是我有淡薄。吹打，吹打对不？歹势啊！我拄则一直看你无精神哦，足紧张，一直啉水。我等下搁来停啊。来。谢谢，我袂记得甲你讲，你的刀手嘛有挫伤。是的啦，啊，你为了要救我，害你吃足侪苦的。袂啦，你看我皮粗肉厚，而且小可伤也无啥啦。你人无代志，上重要啦。啊，卖变强啦，我饲伊好啊。啊？变啦，歹势啊，哪会好意思啦？是在讲啥歹势啦？你救我，我拢还袂甲你说多声呢。来啦，饮水。哎呦，啊，先安尼哦。你敢那个就睡呆哦？嗯。无，我来停水啦吼。好，坐下。你是？哎，苏克朗克，你哪会来啦？伊就是伊林阿姑啦，啊！你就是伊林迄个足厉害阿姑哦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是讲你哪会给人送来急诊啊？我就伊是为了要救我才受伤的啦。无恁先开讲者，我来去停水。未歹哦。三番两次英雄救美，救的阁是同一个查囡仔，这无做爱情是甚物做爱情？无啦，这个我甲伊也无啥，你莫听我白话啦。无哟，哪里有准头线？本来想讲要传你几招啊。这个我凊彩问个啦，你感情有无招？你毋是讲恁无啥？啊，都确实无啊，是我家己偷偷咧甲伊直通的啊。啊，不过伊敢那是因为进前火了开，我想法足重的，所以到即马拢袂行出来。啊，不过我看你甲直通，敢那你不了有机会哦。你敢真正认为我阁有机会？你为着伊受伤安尼，这不是机会是啥？啊，这都小夸伤了无啥。啊，无啥就变到有啥？敢讲真正爱我，甲脱臼变作是骨折。好啦，无你脚手脚扭你来做一跤等来。来咧，无你是咧想啥？啊，你毋是要甲我斗三工，甲我手骨讲好断？我感觉感情路你比我搁较笨蛋呢。敢一定要讲好断？你当作拍断手骨等到用？你不要用假。趁即马止痛哦，对你感觉有亏欠，你著改做一个废人，那恁两个关系唔就愈行愈远。歹势啦，迄饮水机哦，拄只人较侪。哦，袂好紧啦。啊！我先走啦，你口水在疼哟。这个，啊，你那胸口黏落啦。无啦。好风吊棍啊！你也把都要了，我来买物件给恁吃。拄仔给你这好的机会，拢袂好啊，把握，搁搞突破。啊？哦，好啊，我知啊，后家我一定好阿爸。你爱记得，唔通莫错当嘞，好啊，吊棍。好。啊，恁两个有听到吼？既然两个大做伙，啊，阮只是室友尔。是室友啊，所以住做伙啊，我无讲恁两个困做伙啊。
我是叫梓潼哦，家境给你倒注意一下，俺们叫伊给你洗身躯啊，紧张啥？免啊，这个你看，我阁有另外一支手会当用的，我家己当照顾家己啦。哦，梓潼，那呢，我得麻烦你啊。麻烦呐，咱是好兄弟呢，好兄弟唔着爱情义相挺，对不？哎，手来放较紧呢，你病人。歹势啦，啊你讲安怎啊？无啦，我当然无代志。看来梓潼真正无要接受将军的，袂用的，我一定要甲将军斗相共，无论安怎，爱甲梓潼落到手。我从来无看过将军对任何查甫囡仔用这种眼神，看起来伊是真正介意林梓潼。安尼就对啦，两个人就要互相照顾，哈。你妈妈来啊？妈，你哪来啊啦？啊，是我通知庄董的啦。庄董的，是的啦。庄军是为了要救我才受伤的，不要紧啦，人无代志就好啊。我等到感谢你通知我来。那安尼，我先去替庄军提药啊，你伫遮等我一下。等下，我带你去啊。唔免啊，你手拢受伤啊，你伫遮等我就好啦。哦，我想阮姐啊，应该是有话要甲阮妈讲啊，行。啊！我无话跟你讲啦，等我。等下，我有话要跟你讲。你不是无想要看到我啊？搁要讲啥？我确实无想要看到你。啊！无你是发心酸啊！我是要警告你，莫甲别人的囡仔送做对，我的后生无需要你管。你嘛咧奇怪呢啊！别人的妈妈看到家己后生有对象，伊拢欢喜甲抓袂住呢。你打洞啊打啥意思啊？无你抓中，我家己绝对是老过去，所以囡仔就要扣在身躯边，陪你食斋念佛啦。哼，真正是笑话人的嘴，家己无偌济恋爱经验，佫想要做人的军师。算算去，袂应该离开。啊！你离我隔遐远嘞，莫伫伊个身躯边行来行去。我甲你讲，对我来讲，我感觉将军甲梓潼的人有够速配，所以我是真心想要看到伊两个幸福。我更加无希望将军会甲你同款，一世人拢冷冰冰。有幸福在面头前，煞家己拢袂晓把握。梓潼啊，这你家己亲身采哦。是啊，我客爸客母是开面店的，我有五年的时间哦，是甲因做伙生活的。哦，所以人家青菜炒到这么好吃，就是甲坤爸啊，够唔饿的哦。是啊，我较早有闲的时阵哦，就会去店里甲因斗三工。我这一听就知影，以后绝对也是一个好媳妇啊！都参照安尼讲的，出客厅有气质，你灶开煮食，这就贤惠代表嘛。其实唔知影，都一个查甫人，伊这么有福气，会当娶你嘛？吼！多谢阿伯了。什么阿伯？我看你甲将军还顶下回呢，人将军拢叫我苏普安可，你叫我阿伯，你搞去叫个老姨。啊，阿姐。嗯。食饭啦。嗯。哦。哎呦！啊！哎，还是，你完事无？不要紧啊。
我替你换一双鞋啊吼。哎，那何意思啦？来，去吧去。哎，志同志同。总管不是倒手乖啊，就准讲摕十双鞋回练，阿练无较紧啊。无用藤丝好不？啊，这啦，这不用过。哦，啊！哎呦，你看哦，真正倒手去伤着啦，所以哦，拢无力的，藤丝拢压袂好势。止痛，我看你甲治好啊。嗯，两个搁徛咧创啊？哎。来，子龙来，你坐下。哦，来，你个吃。啊，这是我头一摆看到将军在查某囡仔面头前这么啊凶狂。来啦，我个吃啦，老婆子龙哪有时间吃饭？哦，妈，你真哩无用，你真正说好好吃饭啦。就对啊！你到这岁数，那是可是妈妈话哦，你就是正港的妈宝。我一林哦，伊即马嘛是甘愿和青天话，无可能和一个阿姑话。我即马想哪？我安那做你拢袂讲。我食饭唔就好。喂，调查咧安怎？林子龙过去，和伊前男友去不雅照，而且。还有精神疾病的记录，还有他的精神病夫是廖凯宏。什么不雅照啊？我知道，你先传给我，我看了再说。这样乖乖给前男友翕一张不见效的相片，林子彤到底在想啥？将军啊，嗯，虽然讲你即摆受伤，手袂振动，也毋过嘛袂当让林小姐安尼去甲你饲。人林小姐事业真无用，顶下一直麻烦侬，对林小姐真歹势。我看啊，顶下是搬倒来饭店，妈来照顾你。妈，大伯，咱同齐搬去阿公遐住，安尼互相有照应，安尼我嘛较放心。妈，你真正会当放心啦！我已经不是囡仔，我会当照顾我家己。你相信我讲啊，讲我这伤吼，做紧就会恢复啊。这是讲咩？真正将军有啥物需要哦，我咪当广告一个刀上岗啊。搁再讲，用伤呢，调养身体呢，这就需要哦，一个哦，足安静的环境，安尼才好了较紧。我对甲阮囝讲话，你敢袂当卖插嘴？啊，不过我认为这讲的无唔对啊。我嘛认为这吼是上会当我放好轻松的所在。安尼麻烦林小姐，你拢袂歹势是毋？袂啦，啊，毕竟将军也是为了我才受伤的，负责甲照顾较好哦，嘛是应该啦，袂麻烦啦。将军，你的心思较油。老实讲啊，你住伫遮，妈袂放心啦。我哪会知影你会去面对什么复杂的人？哎，无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我是多一点的复杂。妈，我知影你真正做烦恼我的啦，啊，不过我真正无安怎啊。哦，将军甲我讲过，是因为你母阿囝相依为命嘛，所以是不是即马看到将军身躯边有一个查囡仔，你甲照顾，你才走？好啦，看你这样坚持，我嘛无啥物勉强你。要唔我甲你讲，下摆妈一定定来再看你。